这时的杜兰云已经接收了我党新的指令，借他在德国留学的身份，成为德国工程师冯尼古特的助手，顺利的潜入了日军机场。哎，ドイツ人と一緒にあの女あれだ、中国人。あれはドイツから派遣された中国人技師です。ドイツから来た中国人技師だと。はい。部門の確認取れてるのか。すぐに調べろ。はい。 彼女の資料か。はい。名前はトゥーライン。女、26歳。戸籍は三聖省の西町32。幼い時に父を亡くしており、7歳から18歳まで海援女子中学を卒業。モンヘイドに工学校、機械工学科を卒業した。そんなことより、なぜ彼女がここに来てるか教えてくれ。はい。 空軍はその発動機は全てドイツ製である。必ずドイツ型のエンジニアが必要で、半年に1回交換するとのことです。屈辱だな。これは日本帝国の屈辱だぞ。続けて。はい。彼女が今回来た目的は、予備の部品の配達、そしてパニックータと半年仕事をするとのことです。彼女の実家はどうだ？ はい。家は金貸しをしており、不良記録はありません。さらに我々と仕事上の付き合いがあります。いいだろう。今から行こう。 守备队去丁家调查了。我只是担心会给万子清外公家招惹上麻烦。应该不会。万子清那儿有啥消息吗？他没有随38军走，应该还在中条山这边。我是不是不该问这些？可以理解。我希望你尽快的开始行动。国共双方的军队在中条山这边伤亡惨重，都是因为敌军的这个机场。 一定要尽快拿到飞机起飞的驾驶表。明白。还有，飞机机场内部的结构详细地图。这些我都已经开始做了，但机场各区之间严格控制出入，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他就是鬼子机场守备大队的大队长，他也是扎回潼关中炮阵地的最高指挥官。 以后遇上事儿，脑子多想想，想不出来想100遍啊。
その刀はいくらだ？这把刀多少钱？我只卖马，不卖刀。馬売る、刀売らない。この男に伝えろ。その刀を。いくら出しても構わない。对人只要刀。价钱由你开。多少钱不卖？你说不卖。这刀客的刀就是刀客的命。我能把命给你吗？刀刀客命。だから売るない。馬売るだけ。这年头刀客营生不好做，只卖马。这刀跟我分不开。この男と馬と刀全部買おう。一緒に連れて帰るぞ。はい。队长说，连马带刀带你都要一起要。你跟我们一起来。多少钱？いくらくれるか聞いてます。好きなだけくれてやる。你要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这咋了？啊？起，都起来，干啥去都？一个个愁眉苦脸的，别回头让你们冲锋的时候站都站不稳啊！回睡觉去。这不是说睡就能睡得着的，他一个人在机场，谁不担着点心啊？你担心有啥用啊？要不我就说你们一个个都不成器了。你们睡不着，你信不信他现在睡得直流哈喇子？信不信？啊？说不定这个侯秋日的这会儿正打呼噜了，啊！就是嘛。这方振东，要是连个马夫都混不下去，那还炸个球机场，啊？是不是？对呀，那是。不担心，不担心。这下面就得看老胡听召唤了。很好的茶。空港を出入りする人間は私が。这个机长的人必须通过队长的面试，请见谅。我可以理解，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更应该严加审查。中国人には厳しく審査した方がいいとか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実家の銀行で片腕の男が働いている。どういう関係か調べろ。你家里的买卖做得很棒。今天队长看见一个端臂先生，他是你什么人？那是我三舅丁黑。你可以转告师尊队长，他如果想知道我家任何的细节，我现在都可以告诉他。もし彼女のところ、包括我家前院鱼缸里养了多少条鱼。鯉がいくついるかもしれます。はい。另外，请你告诉他，
我现在代表的是德国军方派驻这个机场德国公司。彼此。分かりました。いい仕事を期待しています。好了，祝你工作顺利。<笑>谢谢。王建东，队长找你，跟我来。 别乱干啊！走你的路。坐嘞，刘翔，来你坐。站着就是。立ってるそうです。 你是哪里的？说不好吧？什么意思？我是三岁的时候被我师父捡去的，当时是在甘肃的武威，应该算武威人吧。武威那边有什么好玩的？曾家铺。 白塔寺，还有登山村，要是没去过这三个地方，就等于没到过武威。那还有什么好吃的呢？三套车呀，伏茶、腊肉、醒面。猿のコシカケ茶と塩漬けの干し肉美味しいです。 到客とは何だ？ルジャン・シャンティン，你说什么是到客？他懂个球啊！我跟他说，他能听得懂。你说吧，我懂。你这小子，要明白这是什么地方，下了你就跟踩死，你跟蚂蚁一样的。彼は何と言ってんだ？ ちょっと考えます。就是替人家押货送货的一个营生。比方说你有东西，让我去给你送到哪儿，我给你送到那儿，只要这东西没少、没丢、没坏，你就得给我钱，这就是刀。荷物預かって目的地届けてお金もらう。それ当客です。はい。こいつは人を切ってる。こうしたことがあるか聞いてくれ。はい。我们队长很喜欢这把刀，他说看得出来，这刀杀过人。既然是你的刀，那你一定杀过人吧？ 杀过抢我们家东西的土匪，貴族を切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当客に同胞はあるのか？ 队长，问你说，道可有没有道夫？有，あります。さあ、見せてくれ。
队长要看你刀客的道华。以后遇上事儿，那脑子多想想，想不出来想一百遍。难不成我们刀客有规矩？什么规矩？出刀得见血。刀抜いたら切る血見る絶対です。刀客。気に入ったぞ。队长说很喜欢刀客。喂，喂，韩建哥，你在干啥呢？割草、喂马，马厩旁边也有草啊。这儿的草肥，一样。回去，回去。感觉怎么样？还好。どういうことか。まだ元気がないと。すいません。治ったんじゃないのか。いや、それが。ああ。はい。すいませんじゃないだろう。はい、わかりません。かないってんだ。はい。おい、死んでもいいじゃん。
得怎么样？行了，起来坐吧。哎呀，到底怎么样了？有个五六分的把握，要多些。六七分，七八分把握吧。但是，你这个马它是个东洋马啊，这种东洋马呢，我头一回看见。你们这个东洋马跟我们中国不一样。你少废话，你就跟我说。这马得了什么病？能不能治好？哎，干嘛呢？你打人，给多少钱我不治。哎，别，我治，50块包你治好。事成之后有你10块，你可着这个山西打听去，就没有第二个人能治这个病。这不是你自己看。待去不待去，几天能治好？那就说不好了，一两天也是他，啊，三五天也是他，三五个月也，你，三五个月我就亏了，我不可能那么长的。待去不待去，好，好，好，我答应了，四喜大人，但我要告诉你。马治好了，你才能拿这钱；治不好，你就别想离开这个马场。我保证给你治好吗？你什么时候把马看好了？我什么时候把良民证还给你？你马上去干活。馬が治るまで、あの男見張っとけ。はい。你好好干活。这个东西对我们太重要了，有了它，我们在中条山的伤亡就可以大大的减少。对了，组织上对你还有个要求，当然是在保证你安全的情况下。你说，只要是对我们有益的，我都会尽力去做。上次38军进攻机场失败了，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机场内部的结构、装备、布防，还有换防的时间等等这些情况，没有进行详细的了解。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里面有些地方我们也是不能到达的。少爷，你可把我们给想死了！这两天你在睡了啊？少爷，说说这两天你都看见什么了？他们咋样？好着嘞！哎，多亏你给那个古方太舍了，我才给两匹马抹上，穿草了。你赶紧说说。这两天你在这看见什么了？这么絮叨，赶紧把马看好回去。我不是过来看马的，你倒是说说呀，你看见什么了？你看着啥了，我就看着啥了，我没比你多少。比我走来这些天，这机场就是个四方块，但是它分了三层。
咱这马圈算是第一层，你别说到最后一层的停机坪，你就连第二层的生活区你都进不去。你刚离油库近点，那碉堡上就开始喊话，你要敢靠近跑道，他就敢开枪打你。你说我还能看着啥？哦，盛远没看见，我还以为要招呼人家动手了呢。你别在这气我。你们真是很辛苦，都是一样的。哈！要是我也应该会挺想家的。哈！哈！你说说，这个世界真是无奇不有啊！又都转到一块来了啊！还跟着个洋鬼呢，他也是来，可谁派他来的？反正不是马队长，马队长没提过。万子清。有听得懂中国话的没有？啊，有，有。来，二位，给我备两匹马。啊，好好，那个马夫赶紧给这位外国先生跟小姐备两匹马。来，你来。你怎么来？我有任务。炸机场啊，那是最终的目的，还有别的。男的是谁？我的德国同事，工程师。
哎呀，赵官儿，马币引进的怎么样？啊，是这样，我没敢斗智，挑那个两匹病得重的试了下，效果挺好的。報告します。本日の第一科目は40キロ行軍。成果はまずまず。2名が脱落。規定通り一色抜きとします。第2科目は白兵戦の練習。成果は良好。第3科目は格闘術の練習。もういい。例の女技師はどうだ？今のところ異常はありません。実は、もう敵の意識を感じてるんだ。誰ですか？わからん。哎，他咋接说了？能说啥？就说了两句。一个是他到这儿干啥，还有一个就是那男的，是个啥？他的同志。同志，咋就还出来个同志了？他没说是修飞机的同志啊，还是炸飞机的同志？我哪知道？我都跟你说了吗？就说两句，你不识数。他吐哪有？不会是共产党吧？什么东西？这就是以前说的赤匪，那现在都不这么说了。共产党里边互相都称呼同志嘞。那是就是那个洋人的那个党。哎，那是个穷人的党。这个世界上不是穷人多吗？那这党。是干好事的还是干坏事的？我看马队长啊，就是个共产党。那就是干好事的。你管他是啥呢？反正现在多了俩人，甭咱整这事儿。哎，可你得跟他问清楚了吧？咋问啊？这全日本鬼子，着什么急呀你老？100遍。隊長、隊長、お話あります。な、あの男当客、危ない。目見るわかる。絶対危ない。お前の目も危ないぞ。私のは危なくないです。それ。なんだ。お前は危なくないな。当たり前じゃないですか。あの男ここに残すは危ないです。私信用してください。なんで中国人は中国人を信じてやれないんだ。中国人だからですよ。お前はここに残ってろ。後で後悔しても遅いよ。行儿，你找我。来，快坐。明天早上你给我盘个灶，我想从明天开始打磨了。就在集市上摆个摊儿，卖咱潼关的肉夹馍。为啥？你说是振东哥和静才叔，说是去机场养马，我估摸着，他们连飞机边儿都没挨上。你想，马队长那么厉害的人，还带着那么多的兵，这么多人都没把机场打下来，这事儿得有多难呀？是啊。现在看来啊，这个打机场。还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你看看，咱这一屋子兄弟，啥都不干，太扎眼了。我想咱摆个摊儿，弄个营生，也不至于那么扎眼，你说呢？行，我跟他们说去。哎，那个，从今天开始啊，兄弟们没有经过你的同意，随便外出，不管干啥，全部按刀客的家法处置，你觉得呢？行。听你的。
ファンジェントの馬は外に立て、どっちが早く比べてみる。はい。队长想看看是吉娜刀客的马快还是大日本帝国骑兵的马快我们队长让你上马还不快点吗嫌なら乗らんで構わんぞだがこの馬がどうなってもいいんだろうな队长说不想让他活着你可以不骑马わざと巻きようとしてるのに気づかんとでも思ったか覚えとけ俺は俺を騙そうとする人間が一番嫌いだそうしろじゃファンジェントたまは正直なやつだ中国へ来て7年初めて砂人に負けた